徐其亮是习唯一最相信的军方，就是习下面就是他了，所有这些下面全都是空军，而空军是现在所有的主导着中国的军队的核，所有的核战、火箭部队、潜水艇，所有用的系统、通信系统就用了中国空军这套系统，没有一个不是的，就以他为中心，啊，这对他的打击是多大的？就是一个国家的军队的核心给干掉了。第二个大家要想到的问题啊，所有的所谓的海陆空陆一体化，潜水艇和太空部队，他都得仰仗这套系统。第三个，他最可怕的是，所有这些都是最后的，就战争到最后的，啊，一个他的堡垒。